欢迎回到后壁一千零一个故事的节目现场。刚刚我们看到游牧歌道人南征北讨，每到一个农村都需要卯桃安排工作，张罗食宿。卯桃的角色其实就像经纪人，一个称职的经纪人要调度，要带路，要跑腿，要送饭，稻子抢收的时候还得安抚农民的情绪。目前在后壁最年轻的卯桃是一个六年级的女生，全区五分之一的稻作收成都由她发号施令。睡得好吗？睡得还好。昨天弄到很晚哈。对啊。我给了。你今天到几点回来？十一点啊。十一点啊。为什么那么晚？为了生活。晚上割稻才看得到吗？看到有灯啊，现在灯那么亮。这么拼哦。我都看起。真的。对啊。结婚几年？一年啊。新婚哦。对啊。那我们照片看一下。有这样子吗？看照片。哦。想老婆的时候，看照片买就买。还好啦，都老婆想我。录起来了。小猪从19岁就开始在稻田间游牧，世态人情，经历多。出来这样割稻，像游牧民族，可是有时候你会看到人比在你待在工厂的感觉就是更好，因为就是来出来，你就会看到不同不一样的人，或是说，老北刚死啊，儿子在那边分家产，然后田里还没有分好，就已经说这一半是我的，你不要去割稻；这一半是我的，你不要去割稻。你会看到那种很多人就是。那老人家就很省，那年轻人就不会去想，对啊，然后老人家一死，就是赶快抢土地啊，分家产啊，对啊，然后你会看到说，就觉得说，不管怎么做，你会觉得说，哎，要孝顺父母是比较重要。红砖地被烈日烤得烧烫，年近八旬的吴林伯还是习惯打赤脚。哦，迄阵拢三四顿，拢要挂暗时啊，迄阵要12、12点叫来食饭食食。啊，天光搁打起一届，啊，中昼搁食，安尼。
不能带呀。我白吃一碗公呢。你看一下大哦。哎。一等几摆啊？人啊，挂住一帮，你大把许几个人放下挂。哎。哦，一放下挂，哎，正挂到尾啊，一节中昼拢得趁两只啊，就挂住一帮啊。哦，啊，你若挂了。卡来因兜食食迄顿饭较好啊，无咱有饲鸡啊吼，掠鸡下菜也无用过久啊。侬食艰苦呢？艰苦。迄种呢，像今咱住一头种棚田农啊，一撮田农头食食啊，啊树果都会挂。侬休困，食条粉落，啊，树果落去挂呢，啊，无惊挂袂了啊。这蚕这几细狼，吴林伯把儿子栽培到博士，在家翘脚练翠秋不好吗？阿伯说，哪闲得下来？哎，当退休啊，要做到我死啊！啊，做到我死才更够行退休啊！阿门起价啊！阿门起。他袂，你爱讲讲的命不共不共款呐。啊，我的命就爱做啊。对啊。我的命是什么事啊？你家，另外做事迄阵啊，拢六块啊，啊，今年起哩，起十块，十块的成本拢大项贵，铁锅贵，碗啊贵，锅铲啊贵，杯啊贵，农药啊贵，十块也袂好。真系成真哦，所爱一百斤哦，爱做千二块才好啊。啊，拢十块呢，袂好啊！啊，做事人就是戆牛戆牛啦，戆牛啊！唔是哦，戆牛戆牛我做啦，啊，啊，算我拿饭通食，安就欢喜个呀！啊，做事人袂生，袂啥精准啦。啊，就是看我农友会给咱二号机会安尼。哦，好，安尼好，谢谢啦。讲到这一季的股价，老阿伯就有气，而气的。又何止是吴林伯？去年台湾遭逢十年来最严重的干旱，全台停灌休耕40,000多公顷农地，面积是农业史上第二高。今年的一期稻作产量预估将减少10万吨。计算是跟以往是差不多，但是今年的经营较特殊嘛，因为加侪油精的啊。我咧做一新建的情形下，你物件减少落来，绩效无较好，讲起安尼是较不对嘛，较不应该嘛。啊，应该计爱计减啊，上无嘛爱计差不多10块去。你这计少啊，咱拢未使讲浪费啊，是虾米啥反应啊？这无效啦，因为因拢联合啦，人讲联合垄断就是安尼啊。啊，你联合垄断就是你我。你我就是这个小，你唔来卖我，你老底去你去啊！啊，咱是靠农会啊，但是农会讲起是等于交生意人同款，拢联合的啊，嘛无啥物作用滴个。啊，我咧去交七啊，一单。哦，交七啊，哈，你交几斤？啊，交这个就7,000几斤啦。7,000几斤，啊，100斤是1,000块。1,000啊，啊，这个交啊千尔啦，这得该留落呀。所以你这生意人就是甲你安尼该留啦。嘿。伊就无互你做餐人食伤好啦。嘿。啊，做餐人就是安尼咧艰苦啦。后壁农会供销部塞车严重，铁牛车、卡车、货车排成列。等着卖稻谷，大修的时候才1个小时都很正常，套顶岛晒得人发昏。大哥，你在这边等多久啦？大概10分钟了。快了，这10分钟啊？那像刚刚的塞车对你们有什么影响？我们那个割稻机会影响到啊，就每天的那个割稻的甲数会减少。厝在挂，厝在横在挂啦，啊，蹲伫遮咧等啦，你看，拢等伫遮吼，你敢看啦？
起码咱咧刮干遮的切面切皮拢一定下落来，足合理的。恁恁顶个甲抱出去，我滴我会再搁念苗的字，即只啦。除了公粮，自营粮的收购价格，农会和所有粮商几乎统一。农民抱怨，这种联合桥均一价的做法，桥之有年，也桥掉种稻人一整年的盼望。因为感觉讲，哎，无唔对啦，农会啊，扛牛乡咧要人降价啦，啊，因市场就是安尼，这个计数嘛，所以阮嘛是爱买这个计数，阮袂使降涨价买，涨价买，咪讲农会嘛损失啦，哦，啊，农会员工嘛是对这的发薪水的，哦，所以阮就是讲爱抓一个平衡点，跟去年来比的话，差不多有起差不多3%至5%的这个计数，哦，这个计数，哦，啊，毋过若讲看咧做物价指数啦，哦，物资咧波动，啊，一成两成哦，是对较袂对啦，哦，所以直接嘛讲建议，当讲啊，中央政府哦，会当考量讲这个农民的这个辛苦。是不是这个公粮的部分哦，啊，会当提高一个计数，来带动这市民的计数哦，啊，去带动消化。股价到底怎么算？首先从载股车取样检验。五十颗谷粒放进仪器里，检测含水率。度数越低，价格越好。那你二九点刚来，那个29.6啊，那个高雄二。一点。来26.9。我们今天是，76岁的林深水很不服气，往年他的稻子可都在30度以下呢。那是去年是16度，今年嘛是下下个工作，我今年就较淡啊，就是靠水啊，水无够啊，哎呀，浸少份水啦，水无够，怎啊伊袂黄啊？无水就袂涨啊，袂涨就袂黄啊，怎缩条来啊？你若有水涨，应该就甜啊，有米啊，啊这款只水，但是可能来甜。这个种个啊，这种个啊，搁30度3。哦，这以后币的市价来算，30度的湿谷一斤收10块钱，湿售的白米一斤却卖34块，价差高达3.4倍。虽然烘干、脱谷、包装都需要成本，但是谷价和米价的距离，农人反复换算，还是无法说服自己。阡陌上，收割机、载谷车得以各就各位，按部就班，全靠卯桃调度有方。卯桃的提供帮人家收割，就是说我们村里一些农户嘛，他们没有所谓的割稻机，那我们就是叫割稻机进来，从外地叫进来，或是
在地的割稻机啊，然后帮忙大家收割。哎呀，就是类似说农民来找我啊，我请他们来帮忙，就这样子啊，那个俗称卯堂。稻作需要代割的农民预约好日期，庄熟勤就会按照时程排序排车。村里的收割机不够派遣，还得征调外地的割稻人。遇到台风天抢收，成群气急败坏的阿公阿嬷，更考验卯头的应变能力。农民有时候遇到下雨天，他会比较急。对，啊急的话，大家有时候口气上会不好。那就笑笑接受就好了，没有关系。尤其遇到什么台风天啊，或是气象报有超大豪雨，还是怎样，大家都会害怕，害怕收成要收成的东西都一下子就没了，所以就会担心呐。啊，就会造成说大家说我想要先割，我想要先割啊。啊，所以其实现在大家都会都提前跟你讲说，我什么时候要割啊，你可不可以帮我割？就是会有安排时间啊。你先去哦。你叫底下起来，你先去帮我挂一捆两粒的，爱清仓。你要做到要跑的，好啦吼，你的产值又没那么快。阿拉妈阿弟喊，阿兵去德基阿遐等。你来去迄天迄个八百收不了遐。今天总共有多少个地方要割？今天呢、产值比较多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。10, 11, 12, 13, 14, 15, 16, 17, 18, 19, 20, 21, 22, 23个，啊，到24个。今年一期稻作收割，熟勤一共调动8台割稻机。除了父亲庄水顺是固定班底，其余7台来自南北各地，可忙坏了这个6年级女生。割稻人的住宿要安顿，三餐要张罗。这炙热高温，熟勤骑着摩托车奔东走西，手机更是无时无刻无处疯狂的响。喂，三十八，如果讲叫你帮我请一车来那个三毛币遐，敢要伫上高档？哈，你伫高档遐呢？好啦好啦，我去来载啦。好好好好。喂，达达呢？我七分地了挂你的，有的就是不给谁载。就不要请谁去摘，有这样子啊？有，就是说你摘掉这一个人，还有这样子啊？你不要给我叫啊！是啊、哦，我们这边有，所以还是要了解一下哈、哦。对，啊，你可以吃饭了吧？可以，要去吃饭。才添个饭，电话来了。喂嘿。碗筷刚举起来，铃声又催了。喂，安尼，你得要挂工仔的嘛？啊，工仔了嘞。好，我给你看。如果不是外公临走前再三嘱咐孙女，把任务担下来。卯头的工作还真不是女生能应对的，两个哥哥都在其他领域有一片天，熟情认份地守着家业，守着家庭。妈妈很辛苦，对不对？对。阿公阿嬷也很辛苦哦。对。你们都有自己写功课吗？有啊，都有乖啊哈。他会煮饭的呢。谁会煮饭？三个，这么厉害啊！三个那个好兄弟啊！哦，妈妈没事嘿。有。他一直讲电话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这段时间都要体谅妈妈哈。
你看你是小米孔明啊，你看中待遇吗？中待遇吗？有时候累的时候啊，跟他讲，他就会这样子。他有事相求也会。有事相求也会。看你偌济球啊，会献殷勤。因哥哥咧倒地，你无想到甲翕一个啊？有啦，等下。你泡汤啦，你想要两万多啦，我。所以你不用割稻子，你就要泡汤。不用不用。晚风淡淡的夜里，小猪收拾行装，准备启程，继续向北。嗨，小贝贝，怎么回事？马上要爆了，我怕小枕头哎。怕小枕头。我一个到现在。骗人。真的啊，我没有他不行啊。啊，那被你摸烂了吧？还好。你要现在娶老婆？我老婆没做错啊，你这怎么还要抱那个东西？对啊，他们我做不行。好，可以来参观一下从婴儿到现在的。不要啦，不要。所以你们现在要到下一站了？对啊，嘉义。到嘉义啊？还好，蛮近的。是啊，很快。对啊，去两天之后，不要去彰化。去彰化？彰化礼拜三，所以我们的生活就是这样。对啊。跟游牧民族是一样的，可以的啦。所以你是逐稻草而居哈。对啦。你要不要给他说再见，欢送一下？来去来去，拜拜。走。人缘不好哦。对啊，年底没有了哈，开玩笑的。看他一点哦。踏着月色而去的背影，泄露了心事。心酸，到一个环境这样，会有点心酸，只是感觉啦。嗯，加油。还好，辛苦也是值得的。是哈。对啊，对啊，毕竟今年收成还不错，都碰到。对啊，台湾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好的啦，可以的。